第一顺位指名选手林子伟。林子伟是出生于高雄纳马下乡的布农族好手，三级棒球时期都在高雄发展，并多次代表国家征战。旅美十一年间，曾经在2017至2021五个赛季有大联盟出赛纪录，绝对是实力、人气兼具的极战力球星。恭喜林子伟选手成为中华职棒2023年的选秀状元。接下来请富邦悍将，看起来没有太多的意外哦。对，那教练怎么看这个选择呢？我觉得他们需要这个人气的球星哦。那这半年期间在二军哦，也会对他们的年轻球员起到这种带头的作用，所以非常合理。就期待未来他投入一军的战场哦。